决心单元我有话要说，陈诚画蛇添足，惨遭队友围攻。你敢画这个星座？怎么这样？哦，就一下，来进攻这一招了。我一直被这个太阳给影响到，然后很明显就是一个月亮，然后有一个人一直要上去。你为什么太阳要画一个下去？不要假装，谢你不拿我过节，男朋友要送你虾米花？嘿，第二个你就是，我就算我无虾米。没有钱花钱，花钱了事。第三个你就是，等一下，小宝男哦，想跟妈咪要摆平一些事情。他这么年轻，这么棒的一个人，花钱了事就是你最喜欢做的事。我是看你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才这样猜。精彩内容请锁定《万秀大胜利》。